好，来看看接下来啊，这个懂得都懂啊，咱们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恋恋千阳和金须皇帝给大伙带来的这个视频的下一步啊。因为这个视频偏长，所以说我们分成两部啊，大家伙可以理解一下。同时呢，这是秒38啊，38的话呢，看过上一部的人都了解啊。其实我也是直接就跟着说，也没有必要怎么样啊。因为这个我现在都是追求高清，不分的话呢，单个文件太大，有的平台过不了审啊，非常的嘚啊，理解不了。上来先打一首陆逊，这关一共是4个 boss 可以秒。关羽呢，目前只有一颗气，但是他血量只有一管血，所以说还好，飞轮起手。你看这个飞轮打陆逊就不行啊，如果打吕蒙的话伤害就非常的高。关羽一颗气儿够用，追地一挑，再前手，好，二追挑过来，再前手，三追，这一管血怎么玩都行，感觉随便玩，伤害都溢出了啊。好，这里面打着打着气儿就上来了，也算是发挥的比较好，冲出来然后进那个蒙古包，一定要进啊，这个蒙古包里面是有 boss 的啊。大家伙知道蒙古包里的 boss 是谁吗？是左慈还是沙摩科啊，还是吕布，对吧？方天画戟，对吧？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方天画戟专捅义父，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 boss 的啊。好，没有小兵看着，随便秒。吕布飞，哎，一个飞盘没整好，看来是要毒镖，一个毒。OK， 爆气，一二三四，然后前手飞龙在天，然后再前手最后一下血煞或者跳 A。OK， 再来。主要是这个前手的输出啊，人太高了。你看这个伤害更是溢出的感觉。感觉打这个吕布有特殊攻击伤害啊，比这个陆逊还不扛揍啊，毕竟吕布呢只是幻象。好，接下来那个地图肯定还会有吧，关羽要打打气儿啊，关羽的打气儿压力很大，虽然说呢按理说啊这个打气速度是4倍，但是啊你毕竟这个小兵还是有限的啊，每到一个地图就给你一个 boss。 飞龙在天，好，进屋，这里面是白熊，按理说这里面不应该是那个啥吗？不应该是豹吗？对吧？好，来看看一轮防，这里给的小道具很多啊，就怕你小道具不够用，捡起来，清风顶替。好，一个沙摩科毒上，直接就起手啊，这又是一管血的 boss 啊，但是这个体型比较大，关羽连招呢不能把他打的浮空太高，所以说都是前手啊，有的时候打的低一点前手单 A， 这种打的高的可以两个前手，你看这个伤害真的是很过瘾啊，过瘾过瘾啊啊，这仗打的啊，连太原的小鬼都出动了啊，那我更不能让他过我们防区了啊，对不对？好，这里面哎，关给那顶上整个告示牌，生怕你不知道里面有个地图啊，你这个设计。但是我印象中那里面好像是没有 boss 了，是不是？我不太懂啊，好像是没有啊。要不要卡？这里面直接抱两个大腿，你看他既然往前跑的话，回头就没有了。那里面我记得是没有 boss 啊，所以说就不去了啊。这个方案设计的非常的好。嘿嘿，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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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会儿呢就是正主的沙摩科啊，正主沙摩科出场。好，我一手，这里面就要顶着老虎的压力去秒的啊。好，前手一根，这有人看老虎就没事啊，看完老虎回头再追地，然后回身过来打一下。但是哎，老虎瞬移了，我操！哎，这老虎敏捷加满啊！不过呢，已经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追地啊，所以说这个张辽根本就不担心。这张辽虽然说感觉想要一心二用啊，但是呢，这个老虎为何？这老虎各种躲，感觉好像带
闪避手镯了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好，来看看这里面要克顿书一二三。哎，这白干酒白放了，用白干酒可以克顿书的啊。好，他们很多人问为什么跳啊，因为他们是连击的，二三练好刻出来了。人盾书好，蹲过来一躲就行。好，用太平要术来刻人盾啊。这里面因为没法单秒，所以说啊，这个游戏最牛逼的 boss 是谁，是妞呀，没说的啊。好，当然这个盾书还会有啊，不要紧，烧就行。这看起来好像像过关的感觉啊，但其实呢咱们还有过了这个幻境，有吕布，吕布出来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陆逊，陆逊再出来之后呢还是一个左慈没跑啊。来，又是一手破阵，我操，60多滴血和60000多滴血，兄弟们，这60000多滴血谁能打死，我是真服了啊。60000多滴血的小兵，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啊，它意味着它就是不想让你打死，但如果你开了作弊，一键必杀的话，也是可以打死的啊，因为它毕竟是有血量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好，好，38，有的是怕火属性，火属性两下就能烧死。有的是怕那个铁莲花，但是谁都怕那个什么，怕那个铁莲花那个原地爆炸，那个原地爆炸那一下，你看啊，打出来的效果是5000分啊，可想而知。来一个 zoom 毒上暴气直接飞了啊，没有1、2、3、4起手，飞龙在天起手，再来血杀，咯咯咯，好，捡起来各种小盾书啊，和氏璧这一定要捡啊，和氏璧不捡那个孟获说就别跟我扯了，你顶天杀我一回你还能杀我几回啊。好，雕虫小技，雕虫小技，OK， 我们看看雕虫小技一个毒。哎，这个毒啊，很多人说他为什么撇完毒之后这个张辽还敢撇这个小箭头，我告诉你啊，只要被毒上了之后，只要被一个道具打中了之后，另外一个道具啊就打不中了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吧。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他如果他先放了呢，那明显啊这些高手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好，张辽说你一个无将，你跟我俩搁这嘻嘻哈哈呜呜喳喳的啊，我直接就是一手翻雷滚天。噔噔，好，三下张角金来克盾书，人盾书，可能是人盾书啊，这个好，用天盾书来克，天克人。喵呀！变！哇操，这真是啊，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个声音了啊。好。好，这样的话这一关是正儿八经过了啊。可以看到关羽目前已经是23级了，想再升级就差一级了啊。而且过完这关之后呢，关羽有可能会升级的，对吧？这个分数奖励看他斩首得点多少。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张辽目前才10级啊，他要卡分的啊，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升级或者是暴气啊。暴气很好理解，如果需要升级加暴气，最简单的就是打那个马，那个马必须要升级加暴气，甚至还要再加一个暴气啊，也就需要杜康酒嘛，对吧？懂得都懂啊。OK， 来看看血战夺荆州，这是明显啊，已经是这个剧情已经发展的不一样了啊。OK， 上来就是一个孟获，这孟获说，哎，不对呀、啊，那这么说的话，那不需要和氏璧卡孟获了啊，但是和氏璧里的宝该要还是要，上来就一手孟获，那我还打什么二货呢，兄弟们？
对吧？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血杀，最后一局啊，这个梦幽和梦惑都是一管血，不过梦惑这个血量还多那么一点啊，感觉比这个梦幽血量多一点，不愧是二哥。也就是说梦惑不是老大吗？啊，不对，老大叫梦杰啊，梦杰、梦惑、梦幽，对吧？杰惑幽，这个名起的挺狠啊。好，来看看接下来呢是见证奇猴的时刻啊。这个每到一个地图里面呢有个 boss， 这关很多人是有几个 boss 啊。首先呢这关啊，该说不说啊，哎兄弟们，我是不是整错了？我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两个梦货四个梦货，兄弟们，什么两个梦货，明明是四个梦货啊。这个我妹妹那个副处正处啊，啊四个梦货，我你看我这个脑子，兄弟们，原版是打两个，对吧？原版是两个，那这个版本它是四个梦货啊，这是四杀梦货，兄弟们，这个有本事你整个七擒猛获啊，对不对？帮帮。快拿铅笔。啊，太平清理。铁莲花。一炸一下就死，哎一下就死。铁莲花打中这个马之后啊，就是你懂的，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好 ，OK， 一二三一，一会儿打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如果打这个许褚的话，秒杀呢都是在右上角。有的时候呢，有人啊为了打双杀，选择在左下角刻个盾书，然后用来打双升级。那当然呢，这个效果呢就一般啊。可以看到关羽目前呢还没有到24，但是他升到24级这个坎儿呢，他们都是有方案的啊。到24级呢是有一个分数坎，所以说根本不用怕。啊，关羽呢现在是23级，气儿已经满了，所以说他不在于打气儿，应该是在控分，应该控24级。好，24级了 ，OK， 到级数就拆车，完全不用考虑对方的感受的啊。好的，一个铁莲花直接地刺儿一炸。OK， 准备好右上角，这里面已经放成无敌的状态，一个毒直接暴气。好了，暴气升级张辽，追地后前前手，追地后前前手一根，最后一滴血。这许旭啊，这个老说许褚，许旭什么许褚啊，许旭没毛病。好，哎，那还有什么 boss 啊？还有黄盖啊，兄弟们，对吧？这个许褚，你现在啊，孟获是四个，所以说呢，你要打，你现在还差多少个？还差这个，一个，还差三个孟获，差三个孟获，一个许褚，一个黄盖，那个对吧？那个密室里面，那个密室里面肯定有 boss 啊！对对对对呀，那怎么可能不捡和氏璧啊？密室里有 boss 啊！你看我这个脑袋真嘚儿，多嘚儿算嘚儿啊，兄弟们！真事儿的啊，撒 ，OK， 前手，再前手，这一套招打的血量，很多人说到底哪个人打的血多？我觉得在如果打满的话啊，关羽和赵云，这个在打某些特定英雄的时候啊，不分伯仲啊，有的时候猛，有的时候他猛，有的时候他猛。但是关羽这个暴气前手这一块啊，咱确实拿捏的特别好，再加上一手亢龙有悔，你俩不会跑这个地方吧？离他呢稍微近一点，但是不要贴着太近，等他往上窜的时候你再跑啊，而不是说他下去的时候你再跑啊，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背对着这个刺儿跑过来，背对着这个刺儿，他一扎把你扎回去，费不了多少血啊，费一丝血。当然呢，我建议就是听我的第一个方案啊。有的人反应速度不行的啊，怎么都整不了。就好比就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对吧？向起看齐，哎，你总有一些小伙伴他真的是反应不过来。你让他向左转，他就往右转；你让往右转，往右转，他向左转，左右不分，
向后转，他还从左，咱们都是从右边向后转啊，人家从左边向后转啊，反正是怪怪的。OK， 许旭一个毒毒上，有没有小兵？没有小兵的话，好的，升级爆气，追敌后前，前手，单 A 前手，最后一下，这个伤害够用啊。两个许楚全没有，这个孟获应该说还会对吧？这个孟获还有三个，然后还有黄盖。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地图给你一个孟获，一会儿到前面再给你一个孟获。哎，我没有记错吧兄弟们啊。然后进那个屋里面是一个黄盖，出来之后呢又是就是正了八经的那个二货，对吧，先是二货然后四货。一二三四五六。好，把那个机关要打，机关不打的话门不开啊。好，我印象没错吧，啊，孟获已经打了两个了，对不起啊，孟获已经打了两个了，那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直接打三货，还是按传统方法，这个三货就是传说中正版的一货啊，打三货啊，我这个脑袋都不够用了兄弟们啊。其实呢这个版本呢我这第二次解说啊，大伙儿见谅一下啊，当然这个相信大伙儿也都能猜到啊，完我这个就没有技术，光跟大伙儿唠嗑了。张辽追地，然后张辽跑卡慢镜头进屋吧老姑父，我们真不进屋吧啊，我们把王八扒了烂个放血，嗯，好，这个地方关羽这涨气的速度你瞅啊，成块往上涨啊，叮叮当当咚咚当当，你看这个气儿，这个关键时刻给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俩涨气儿的，你涨完气儿张辽涨。好，那把剑看起来很嘚啊，一个大人参，然后太平要术，好，这里黄盖我也这都不用猜了啊，都能猜得到啊，一二三四起手，然后前手，看他这一个四招一式打的血量是真的多，再前手最后一下，这打了三分之一血量啊，烫龙游回，好，看看这个爆的东西啊，跟哎正版是一样的啊。但是都满血，你这点血没必要吃。然后进屋，很多人说这个出来之后，这个还有个霍霍，那万一气儿不够了怎么办啊？关羽呢，确实要打一点气。目前呢，他是两颗气，他打这个黄盖的时候啊，也是要两颗气啊。先手爆气，直接飙，然后一二三，这边看老虎，跳 A 看老虎，可以打血杀看老虎，跳 A 的话也比较稳啊，跳 A 他也对吧？一般也不会的，跳 A 可以追地一根。恶虎扑羊，这个关羽说这为啥你还有我的有我三弟的招啊，这老虎说了三弟肉蒲团对吧，好看看这边，哎，有的是长气儿的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这个地方长气儿不是那种超级铁甲兵，但是两个气还是稳的。好，拖出屏幕，先把小兵打一套。哎哎，别 A 了，别 A 了 ，A 出问题了，个屁的啊！别叫了啊，一会儿叫他妈叫出人命了啊！这里面这个黄盖拿的才是火箭呢。好好，一个毒，爆气，一二三四，看铁甲，看这个小兵可比看老虎好看啊，因为小兵可以秋。小 A， 最后还有一颗气啊，前手抗冷有匪，关羽这招确实帅啊，要说这个抗冷有匪就是降龙十八掌最后一式抗冷有匪，这关羽跟龙干上了对吧，关羽就是龙是吧，这个张飞就是夜叉然后加天崩地裂就是山海经了开始啊，赵云就是哪吒滚轮，魏家斗转昆仑啊，有点八卦这种感觉，
诸葛亮呢是呼风唤雨加雷霆万钧，又是风又是雷。哎，那叫诸葛亮跟张辽是一个系的啊，又是风又是雷的，对吧？这个但是呢，这个很多人说呼风唤雨主要是雨是吧，主要大水，但是其实呢有风正好冲水啊，对吧？哎，毕竟他名字叫呼风唤雨嘛，对不对？风卷残云，那么人还有云呢，那不说云呢，对不对？那再有呢黄忠，黄忠呢就是历史典故了啊，李广射虎啊，对吧？这个再就是马超，马超是野火燎原，感觉就是放火的啊，放火烧山，楼底坐穿。还有呢就是这个灵犀一指，哈哈。这个貂蝉是什么呢？天女散花。飞燕回廊啊，飞燕回廊呢大家伙也了解啊，这个赵飞燕大家伙都了解啊，赵飞燕赵合德。很多人说赵飞燕和赵飞燕为啥不是四大美女呢？因为赵飞燕啊可能是这个价值观比较扭曲啊，她是个应该属于是坏人啊，是坏人。她和她妹妹呢都属于比较奸，是吧？这个祸乱这个汉朝嘛，对吧？这个飞燕合德啊，对吧？一个标前手，这个刀真过瘾，一下四连啊。好 ，OK。好，翻跑，这边也知道啊，这个最后一关的地图呢，也是有一堆 BOSS 啊，也就是传说中的两匹马。两个魏延，刚才已经打一个了啊，两匹马，两个魏延，然后两个这个曹操，以及两个司马，确实狠啊。好，这里面该 AA 啊，这关羽呢也是需要气儿。正牌马主啊也该秒秒，这个两匹马需要两个这个两个杜康酒，他不听命于杜康啊，对吧？你管我要军费的时候挺牛逼的啊，你赚的钱全是佣金，你是怎么，你是碎银几两啊，还是限制你的你的兵不硬啊啊。OK， 来看看接下来是正常的地图吧。这个打完胖子之后呢是三个啊，先卡成无敌状态，张辽一直跑无敌状态。这个地方小的时候设计这个马设计的特别嘚啊，这个地方是个圈吗？他从右边往这边冲，连冲三次，他是绕圈冲呢还是咋的啊？也就是说冲过去了三个但是只回来了，对吧？冲过去了三波，也就是九个但是只回来了三个，对吧？这个能不能这么理解？但你转圈的话最后呢，你要是转圈呢最后为什么从左边回来呢，对不对？360滴血，好，冲过来标升级暴气啊，这是用张灵剑也可以重置啊，兄弟们啊，张灵剑可以重置啊，很多的时候呢秒杀呢有的时候张灵剑是为了重置这个打曹操的时候可以这么弄的啊。OK， 进屋吧，哎，进屋吧。老姑父你这是比我呀啊，这屋里面是什么 boss 呢？难道是秀秀啊？一个盾说又是给张辽喊成无敌。好，这个小兵的攻击欲望很足啊，一顿原地转圈圈，你看这个原地转圈圈判定很高的。铁莲花一顿炸 ，OK， 司马跳一下，反正张辽无敌啊，无所谓的，直接余孽，撒可以干了，直接起手，普通起手啊，然后后手暴气，后手用杜康酒暴气。必杀，这边反爆一手啊，没有直接追地了，血杀二追，血杀三追，挑起来抗了又毁暴气啊，
伤害计算的刚刚好啊，不是那种打三加二的，因为他三加二应该是赵云啊。你如果说是关羽的话，他不像赵云那个斗准昆仑可以立在那儿立那么长时间。果然这里面是传说中的司马，然后呢魏延打了，司马打了，然后呢还有一匹马也打了，就差羞羞啊。这地方秒了的话，最后一关的地图就只有一个了呀，兄弟们。好，哎，这个太清丹经放在这儿，你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叮叮叮，感觉打铁甲兵的声音真过瘾，尤其是打那个 TAS 的时候，玩那个幻境里面的铁甲兵血量不是各种多吗？6万多滴血，就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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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贼过瘾啊，就非常解压。真事儿啊，我不知道有哪些小伙伴啊，像我一样啊，在弹幕里说个话啊，经常有些小伙伴呢就打开支付宝到账1元。支付宝到账2元，然后喊到10，然后支付宝到账100、1000、10000元啊，100万元啊，100万亿元啊，等等，哇，真是听那个老解压了，老过瘾了啊！虽然说有点假，感觉像电信诈骗似的。好，这边要卡顿说，可以看到这个大宝可以积攒的啊。以前原版的大宝只能捡一个啊，除了一些特殊的，比如说黄忠之剑啊，默认就是10个，什么雷神锤啊，这种大宝不算啊，其他大宝只能攒一个，你有了就捡不起来。但是呢，改版呢是可以让你多捡几个啊，也是合乎常理，凭啥呀，对不对？耶、yeah! ！好 ，OK， 用什么起手？飞盘起手，暴气舔手一根，飞龙在天，舔手一个。再飞龙，血杀一根，调过来。张辽追完地就没事了，没他什么事了。一个毒，正好延迟效果非常好。你看啊，这个毒连扔2下，掌握的也可以。必杀一根，这里面还会有杜康酒啊，该捡捡啊。杜康酒那该说不说，3个杜康酒，我感觉杜康酒都溢出了。所以说设计的啊，就比较，也不能说不合理，对不对？好，这里面张辽已经快满气了啊，但张辽该需要升级的时候也是需要升级啊，咱们也要注意好。这个需要升级的时候它也是很有用的啊。关羽的话24不用多说了，直接放一个铁莲花，这还烧了5000分呢，可以啊。这个放的直接一匹马把它勾引到屏幕左边，越来越往老级越级，等它冲好的标杜康酒起手，暴气升级，再张灵剑，再康罗幽悔，可以。这是用张灵剑来接这个抗流幽悔，然后呢打完了之后呢这个抗流幽悔再接这个张灵剑，这是一个反复的，因为它可以重置嘛啊，这跟升级和暴气的效果是一样的。好，反正气儿非常多，打司马的时候也可以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问啊，那还有没有 boss 了，应该就剩正牌 boss 吧，两个马，两个魏延，然后曹操还没有啊，应该是俩曹操是不是啊？这个司马还有一个，曹操应该该出啊，对不对？1、2、3，可以啊。这地方大战之前必有补给，即便不是补给也得给你涨气儿啊，对不对？该说不说的啊。好，果然是秀秀，但是叫顿顿小啤酒，给他勾引到这个栅栏这儿。好的，过来了，什么起手？还得再往上勾引啊。没有傀儡娃娃很难受。飞盘，暴气前手，再前手，单 A 前手，最后一下，
这里毕竟是两管血啊，伤害一定要打满。给啥？召唤状，哎，有召唤状那就你恶心了啊！翻雷滚天，这边暴气，哎嘿，又重置啊！这多赖你说，召唤状是真的太赖了。翻雷滚天，他自己还可以暴气，你看这就是。你就只能用泰森的弟弟就太恶心啊，这曹操说没完了啊，你俩对吧，我要玩，哎，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好，果然是三个召唤状，那这召唤状真的是召唤状都溢出了啊，真过瘾，而且还有那么多杜康酒，张辽还有杜康酒，一个盾书天盾一变，哎，不敢打了，不敢打了啊，不牛逼了，那小胖子说不敢打了，不牛逼了啊，有他吗，都在吧啊，疯子听说你最近时间一直在找我，没完了啊，看来你是真想跟我关二爷拼一下了啊，跟我关二爷拼你有那个实力吗，那把破枪没带吧啊，然后打火机你整个防风打火机呀、啊，真是好，何战傻何赤壁这种紫金盔要略，把宝没有用的宝全扔了，余烈 OK 调好了，杜康他不听命于杜康啊，前手飞龙在，哎，只打了一点，追敌一根，但是一管半血啊，伤害够用，好，二追再接抗龙有悔都可以啊，第三世界抗龙有悔，然后接这个暴气就行啊，伤害也好啊。好，这边杜康九，张辽先手杜康九，反正气儿都满的啊。这个关羽也说我也杜康九，那凭啥呀，对吧？这杜康九有不用啊？一会儿我们还有招安状，招安状还有俩呢，不行我放俩，对吧？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OK。这的道具没有用，全都撇。很多人说那没有用，你捡那么多干啥？为了容错啊。有的时候可能道具有总比没有强嘛，对不对？黄石公长得像那个小雪人似的，如果给底下加一个小冰棍的那个棍插进去冻上，那就是冰棍雪人啊，成帘那种，贼好吃，眼睛都是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的啊。小时候经常吃那个冰淇淋，想到我现在都馋了。好，跑到最右边，都是余烈，这边。好，飞盘吧，飞盘，暴气前手，再前手，张辽看兵，前手一根，再前手，这小兵也卡在那儿了啊！召唤状一，还是跟刚才秒法一样的，停，秦风停停，翻雷滚天，然后暴气，哎，你说气不气啊？前手一根，刚讲了一条命，然后张辽再暴气啊。暴气前手六连啊，再前手，好的，直接大刀片子啊，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啊，确实牛逼啊。 OK，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恋恋千阳和阶级皇帝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秒38视频，呀，左慈确实是秒不了啊，只能用盾书活活烫死了，没办法，懂得都懂啊，也就是全秒，这是最高级别的秒杀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收听啊，大家伙一定要多多点赞啊，点赞非常的牛，转发评论支持发弹幕，最终呢一定要点一个关注啊，没关注的等什么的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再次感谢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